接下来的话，我们要求那五个答案，怎么样求？这个求答案呢，也是一个要需要知道的。首先的话呢，哈，第一个就是说我在格式里面的单位，哈，这个单位的部分呢，因为它要求到小数点的第四位，所以呢，哈，你单位的部分呢，记得要假设说它没改的话，你记得要把它改到精确度到小数点第四位。预设我记得有些是到小数点的第二位而已。那你这个地方角度跟长度哈，这边有角度嘛哈，角度的如果说你没有调，它就只有到小数点第二位。那长度的话也是一样哈，可以修改。这个是第一个按确定。第二个就是说，其他还有像那个标注的时候，那我们有时候如果要标注它的尺寸，要也是要到小数点的话，你也可以再修改。那修改里面的话，有个主要单位有没有？主要单位的部分呢，也要把它改成什么呢？改成这个。有没有主要单位里面呢，把它改成小数点到第四位哈，到第四位。我不确定说你们的环境有没有修改过。那如果要修改的话，有两个地方哦。第一个是格式的单位，第二个是这个地方修改尺寸的地方啊，修改这个标注形式管理员这个地方，先按它，然后再修改。修改进来之后，在主要单位啊，就直接可以改到第四位就 OK 了，就一定都是第四位哈。那这样才可以求到第四位的答案。好，那首先就是要修改这两个部分哈。接下来的话呢，特别注意就是说呢，它有一些解，比如说 A 点到 B 点。那首先呢，如果我今天呢要知道 A 点到 B 点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标注。那特别注意，如果说标注里面呢有所谓线性跟对齐式，这个都是标注长度的。如果说今天呢，它题目里面有提到水平的，或者是垂直的，就一定要用线性。所谓线性就是水平的，或者是垂直的，你就用线性。那如果没有提到水平或者垂直，就是长度有可能是斜边的话，那就要用所谓对齐式。好，这个部分要特别注意。那 A 点到 B 点的距离，它并没有提到所谓的什么呢？这个水平或者垂直，所以呢，我们就可以用所谓对齐式。那 A 点在哪里呢？ A 点在这个尖尖的地方，有没有点下去？那 B 点在哪里呢？ B 点在这个地方，所以这个端点嘛，点下去之后，我们来标注一下，这样子的话就会得到一个什么呢？一个答案的13103.8161，答案是 C 有没有？那标准答案也是 C， 所以这一题就正确哈。正确之后的话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再换第二题 ，C 点到 D 点的距离 ，C 到 D， 所以我们要知道 C 到 D， 那也没有讲到水平或者，所以这地方的话，那标注完其实你可以把它删掉哈，可以把它删。再来的话，标注，接下来的话也是对齐式 ，C 点找到 C 点在这里 ，C 这个哈，到哪里呢？到 D，D 的话这个也是端点，好，873022，答案是 A 没错哈。再来的话呢？中心点一哈，到哪里呢？到 F 的水平哦，所以有没有看到水平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就知道标注的这样线性。那水平这个地方找到它的中心点，到哪里呢？到那个 F 这一点尖尖的这里，好，标出来。水平的话是501079哦，答案是 D 没错哦。好，接下来比较麻烦一点，就是说呢 G 在哪里？ G 在这个地方，也就是说呢，里面这个区域哈，这个区域里面的面积，他说周长哈，其实你如果说你今天呢要做一个周长，就是这个区域里面哈，它原来不是连续的聚合线的话，就变得很麻烦，因为你要每个这样一慢慢选完之后呢，再从全部把它加在一起，哇，那实在也是浩大工程。通通把它加在一起，然后按属性，但是这个地方没有办法帮你加。那如果说你要加总的话，有个指令，特别是要把它记下来 ，BO， 有一个指令叫 BO 的指令 ，BO 这个指令呢，它就是可以帮我们把什么呢？某一个面积里面只要是封闭的线段呢，变成一个聚合线。那如果是聚合线的话，我们就可以算它的周长了。所以 BO Enter。Enter 之后呢，你就看到这边有个点选点，直接这个点选点之后呢，
好，点下去，他会问你说你那个封闭的面积在哪里，你就直接点下去，直接就点封闭面积，就这个面积有没有区域就是这里，点下去，那你会发现呢，它就自动帮我们把这个区域本来是很多个物件变成一个聚合线，按空白键就好了。好，游标移上去之后，你会发现有没有看到，它就自动帮我们把这个区域有没有变成一个聚合线。那一个聚合线呢，如果我要知道说它的周长为多少的话，你可以用一个什么呢，这边上面有个按键叫做性质，它位置是在刚好在标注的下方，这里有个叫性质，那快速键是 Ctrl 加上什么，加上 I， 或者你也可以按 Ctrl， 是 E 还是 I 啊？ Ctrl 加 E 吧，Ctrl 加 E 也是可以，Ctrl 加 E 你会出现这边就有个长度，有没有？长度指的就是它的周长，所以这个周长是多少？258 2623，所以答案是 B 没错。好，那如果你要求面积就在上面这个地方。好，这个是求居区的面积，那我们就求出来，记得是 BO， 然后直接点里面就好。最后呢要求出什么呢，这一个这个图形最外围的面积，也就是说全部的外围面积加起来是多少。那有一个方式也是一样，就是说我要用 BO 的，可是问题呢，你这个 BO 它不是封闭面积怎么办，我们可以利用像矩形把外面框起来，框起来之后呢再利用 BO Enter， 然后也是点选点，在哪里呢，在这个矩形跟这个外围嘛，点一下它就自动呢，再按空白键你会发现呢，外围也帮我框起来了。所以 BO 这个指令呢，主要就是可以帮我把某些分开的物件线段通通变成一个什么呢，变成一个这一个连续的。所以你就点它之后再按什么呢，再按性质，性质点下去，这边就可以看到面积了。面积的话呢就是8484 5863，5863答案是 C。 所以如果你把这些答案呢通通都填进那个答案的格子里面的话，那这一题就满分了，这一题就满分。可是你要一次就达到满分不是那么容易的，因为它要到小数点的第四位，也就是你一点点错，抓错点这一题就错了，所以就好。那这里的话就是几个，第一个就是 BO 的指令第二个只要记得这个有个按键叫做性质，或者你按 Ctrl 加上 E 也会出现也会出现这个性质，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它的答案是什么。另外就是说呢，它在标注的时候呢，线性就是水平或垂直的，那对齐的话就是如果斜边的话呢就是用对齐式的。这里的话我想你们试试看，把画面还给各位一下。